昨晚现身某卫视毕业歌会的胡先煦，被问到高考成绩时，并未公开自己的高考分数，而是点头表示过了过了。今早有网友爆料称，胡先煦的高考成绩为297分，比天津艺考分数线283分高出10分，惊险过线。早前刘同在回复网友评论时表示，胡先煦的确已过线，但同样未透露分数。据悉，早前胡先煦以94.4分获得了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影视表演专业合格证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胡先煦已经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代表作，从戏里到戏外，干净清爽、不熬造型的阳光健康大男孩形象，被网友赞为中国式少年。这世界很酷。